在你眼里，默然做什么都有理由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理解谁？你吗？所以师尊还是喜欢他的。所以前世今生，我与师尊博弈两辈子，哪怕赢了也依旧比不过他。你拿什么跟他比？你对我当真只有这么几句评价吗？就没有别的了？有，你不用跟默然比，你甚至比不过徐双林。他至少尚存情义，敢做敢认。他不像你，画壁难，你就是个混账。你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留给我。你不必担心，此蛇无毒，这条蛇是专门为你饲喂，咬一口你就会浑身无力。你给我，你给我滚出去，滚。是你这么快让你去孤月夜杀的人都杀了？没杀过瘾，识相点儿。本座手下的冤魂不多你一个，你最好弄清楚自己在和谁说话。本座只分得清自己究竟开不开心，你起开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对我呼三喝四了？本座向来如此。我是你主人。是又如何？焦山属本座之地，他是本座之人。主人，请您滚。真是拿你没办法，混散。明明是我做的傀儡，越来越不听话，总是与我唱反调，还妄图反噬我。不过算了，我也不怪你，你本就不是个完整的人，姑且忍一忍，等过段日子我拿到了那样东西，将你回炉重塑，你也就乖了。你怎么还没滚？处置给本座当靶子？本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说。其实也不是很重要，还是不说了。也无所谓重不重要，既然你那么想知道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其实本座想说，本座想说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似乎是有那么一些想你。不过想的也不多，也就一点点。